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非常感谢各位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，好收看我们台股72变这个节目单元。那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，你为什么节目名称要叫72变呢？那么其实很简易的，就在于，我们在这个市场哦，主要啦，其实你只有两种模型呐，一个就叫做你用指标在做操作。那么你要指标操作之前，你如何去巩固你自己的一个信念？那你当然要怎么办呢？你要利用成本去判断它整个结构，那最后用指标去做操作。那为什么要变？任何人，不管你在金融市场，你不可能永远拢做到。当你遇到困扰，我的看法就在于你要去改变，改变你的模型，改变你的方式，你才可能突破你过去错误的框架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啦。所以我举例哈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目前报价那拉近拉近，就这一块哈。好，来谢谢你。目前报价是不是9323点？好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嘛，啊没有那种，不是，今嘛9316，啊都叫932啊，随便，这边那种啊21对不对？好，来你做给我看，就不用做啦。为什么不用做？不是，来来，我们举例过来过来哈。最低报价是不是9260？最高是不是9348？对不对？对，你今仔日只要在9348去甲放空，9260去甲做多，我请教你，你会输无？你无可能会输，你的差异只在于我今天赚得多，或者是赚得少一点，你袂唔对。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？好，第一个。你要在最这个点9348半康啦，你要在这个点9260做多啦。啊，为什么你要继续甲做啊？就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今麦是报价9320，对不对？啊，这20是要做什么？都免做啊。特别是新朋友哈，那近期呢，我们一直都陆陆续续有很多新朋友参加。我要举个例子好不好？特别是新朋友，你看一下哈，我跟你算，咱来用省的，咱来用省的哈。一、两、三，每一天呢，我们每一天这个时间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哦，来帮我把它放大。这是早上的8点40分啊，往上，这是不是就前就昨天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全体会员所有会员，你总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中共高通简讯，中共高通吼，总共9通，特惠加一通，就是特别会员你比全体会员多一通简讯，你10通，全体会员高通，啊就结束了。你就照着简讯做，你说为什么照着简讯做？我们从几个角度跟各位做个分享，好不好？那首先呢，市场它其实主要有两种方法啦，一种叫指标操作，一种类指标操作，指标怎么变化，那我怎么去面对它，就是指标操作第一种。第二种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一个重点，叫做成本判断。你说什么叫做成本判断？来，你看这张图吼，来，你跟我讲，今天要收多少？今天啦，今天10月27，不是，你只要告诉我今天收哪里就好了。我会看法，来，你再看一摆吼。特别是新朋友，拜托你哈，10点31分，无唔对吧？10点31分，9318嘛，对不对？哦，9318就讲，咱今日看今仔日收盘，收伫9318点啊，今日就是9318啊，所以呢啊，就免做啊，就不用做啦，你就在这里放空，最高点个放空，最低一点个做多。啊，过来就做完啊，因为要休假嘛。如果我们的看法是9318，底下半空，底下做多啊，9318啊，就免走啊，全部就做完了。啊啊，你就是
A 股是最大赢家。你说我怎么做得到？来，我再讲一遍哈，所谓的观众你都看得到，任何人，不管您是会员的，不管你有没有使用我们的软体，你是会员，你有用软体，而且这是你不有软体，而且是你是咱所有运动财经台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都一样。这个礼拜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节目上你看到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刚刚看到的，你只要节目上看得到的，好，你通通都会有，你通通都有会场。这次的会场，我会提供你这个黑钻的随身碟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有报名，你有到会场，我得提供随身碟给你。那我们过去让各位体验，我是给你我们奇迹系统的光碟，对不对？那你回家安装，那我们这里升华了，好，为了地球，为了我这个环境。我底下我上帝界的随身点，就是这次的会场啦、啊。礼拜六我们会在台南，礼拜天会在高雄。那么您来上课，我会教你怎么安装我们的奇迹系统到你的电脑。那么呢，我给你，我会把我们的程式灌在这个随身碟里面，你带回家，到时候领导等到上完课了，你就直接把随身碟带回家，这就上你了。那么你就安装。那不管是今仔日、昨、顶礼拜、明仔载。好礼拜一，好礼拜二，好礼拜三，好礼拜四，好礼拜五，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操作，你一定都看得到，你一定都看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从成本判断，为什么今天是9318点？好，画面上你所看到为十月二一，因为关键在10月21号到今天10月27号，没有错吧？这是加权指数也走势是安尼嘛？那请问你怎么去做成本判断呢？好，首先各位会员哈、哦，你要看着昨天的研究报告涨哎哦，你要看涨研究报告。首先呢，我们是不是在9385画出一条平行线，在9342勾了几条平行线？因为为什么是9385、9342后？咱先把涨哎研究报告哈、哦，昨天是10月26号礼拜三涨。好，昨天是10月26号礼拜三，我们昨天的标题叫做美国大选它在待变，等待要变化。那么台股呢，你怎么去面对国际股市这个变化呢？我们的操作不就当冲心理线吗？啊，就按你走的话，不是是要怎么走？你说我那一天是要赢几百点，没有那种东西的啦。我真的不批评同业啦，我也不想，我没有能力啦，我也没有那资格啦去批评任何从业人员了。但是我要讲的是讲，咱今天做一个分析人员，我们今天人家来参加我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去付一笔钱，一种的你袂当讲，哇，抬落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今日停损，我今日多单来停损来个放空，啊，扭起你啊，扭起来，我做唔对，我空单停损过来追多，不对的。所有的操作是你在前一个交易日，你都已经准备好面对它了。一开盘的第一秒，你已经通知你所有的成员，在什么位置多，什么位置空，你在准备后，那不是高压，好重视啦。这上关键，这上给点嘛，你把酒看到，你都没护走啊啦，你都来不及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天你都已经评估好当天的最高点、最低点，啊，你那你也人肯这样。那有些更比较真的是要，我认为他真的要改一下。我会分析投顾业者有少部分呢、啊、分析人员，他为了要节目上每天都对，只刚做一有一几十个模组，我请教你，你是业会员，你是要哪做？啊，等时准可以打刚嘛摊贵了八点，没有那种东西的啦。每天赚好几百点，你为什么今天还在做分析师呢？我今天消息，我大刚归到八点，我竟然没跟你坐你家，我就有两种结果，一种被人家抓起来丢在山洞里，一种我自己躲在山洞里，某一路大刚归到八点，那个就叫夸大不实的。我认为就是说，每天的操作你要有一个模组，你要去能够判断市场成本，然后呢，你相信你的指标，照着你的指标做。那所有的观众也好，所有的成员也罢，这个礼拜礼拜六、礼拜天。你只要到哦，稍待跟我们服务员预定您的座位，我会在会场提供你这个随身碟。随身碟里面含有我们所有的奇迹系统。好，举例，张早给移了，
加做多加半空对不对？啊，加起39点，加落四十一点，你说哦，安尼两比80点，唔免20点就好啊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20点，你第二个月一个月下来就是800点的获利。啊，那有法度800点，无是要赚几点？你用20点，那你就20点第一个月，你就照着做。我们平均下来，不，你告诉我嘛，你是你卖光我讲，你自己讲。你自己把你每一通简讯打纲，你都把它印下来存档，不要丢掉。我们来算，一天平均下来无几张吗？每一天哦，啊，一礼拜五个交易日唔就100，啊，一个月算你4礼拜就好啊。安尼呢，你就400点。第二个月你可不可以做2笔单？啊，那你不就800点？就啊，赚39点，太慢了。你都20，你每天就抓20点，你也做不到。好，这是昨天，各位亲爱的会员朋友，你拿到研究报告，报告所有观众，你有上网到我们固德投顾，每天下午4点过后去收看我们的索马影音。好，昨天我们提到，针对今天预估高点在9385，低点在9342，这是涨哦吼。咱今麦给你看这张图。来，那怎么去判断这个成本呢？我是不是在9385跟9342各画一条平行线？我们对吧？好，这个9342，来，请你告诉我，这是9342，我纷纷把它画一个圆圈，把这些圆圈连成一条线，把这样一口啊吼，连做一条线。你也在搞个工，9342这一条叫什么？这条叫颈线，颈线叫做阿妈骨，对不对？叫 neck， 对不对？这叫内裤带 ，neck tie 哈、哦。来，这条什么叫颈线？脖子嘛，脖子面顶什么叫做塔卡？啊，脖子下卡叫身体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把所有这个点连成一条线，好、哦，每个欧北位啊，这个叫颈线。所以昨天你拿到了研究报告，或者你上网收看我们的索马影音，我一定告诉你，今天主要观察9342到9385，这个9342袂当破哦，那它破嘞，破伊就是要落到9295。你另问我讲，为什么伊要落到9295？伊若不是要落到9295，无你甲我讲，伊是要落到当时，保证是9295，这是10月2日，一定是不会错，好不好？一定是10月2日哈，这一天一定是9295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最主要这一个月以来爆出的最大量、最大单一分钟的交易量，比9295点，多头打死都不能跌破9295，一定爱搞嘞，一波搞嘞，整个结构就转弱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说它是翻空的。哎，姐妹，所以今天给掉一点，你9295。好，颈线在哪里？颈线在9342。所以今天你搞搞，今天收我这。你今天安尼看，今天应该预估是你9318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回过头来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成本判断。你在判断什么？它整个架构，判断什么？它整个成本的变化。啊，不讲完哦。啊，问题判断完干没呀？啊，你是要哪样啦？判断完你就做分析师好啊，你就搞赶快打刚来上节目啊。对不对？啊，讲几半步啊，不对的啦。你主要不就在于要抓人去赢吗？要做对嘛。那你要怎么做对？好，当你判断完之后，那你一定是信赖你的系统嘛。那你的系统是什么？我们不就心理线 PSY 吗？那心理线 PSY 怎么做？啊，就9380个半仓，啊，大概留仓，特会有就只有留，一般会员不留仓，那特别会员会留仓。那这笔流仓啊，应该最低点的，因为最低点9261啊。我让他算一摆啊，我小有名了。来，把这里啊下半部放大哈。啊，为什么是9261？来，帮我一个忙哈，把它放大，是不是10:11？中原标准时间，我没有比你早一秒收到，我们两个同一秒，因为它是监看的全体会员，没有不可能多一通，也不会少一通，上面的时间分钟秒数
保证中原标准时间。好，十点来看看着它，十点十一分，哦，十点十二分，十点十三分，十点十四分，十点十五分。好，你告诉我，今天的最低点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发生在十点十六分。啊，就最低啊，最高底价啊，最低底价啊，你底价半空，底价做多啊，哪个做不赢？我嘛唔知道要哪做啊。不然，你每天都已经知道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不是到了都来不及了。你是不是进前都已经准备好啊？来来，我就出手啊！啊，家咧啊，家有人家啊，你逐天黑白做，你做不赢啦。你若是底价半空，底价做多，你是要安怎输？我只问你这句话，你是有法度输吗？然后呢，每天的收盘你都算好了啊，就这里9318，啊，那别个做上面，啊，这都免走啊，就做完了啊，都免走啊。那你告诉我说，那么你这个东西要去哪里买？不用买，嗯，免钱，好不好？我们稍待会进一段广告。所有的朋友，你节目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每天电视上看到的，这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天，你稍待。向我们的服务人员预定你的座位。那么这个礼拜，咱拜六，咱会伫高雄，会再伫高雄，会播伫台南。礼拜天我们会在台北。任何人，你只要有到会场的，你有预定你的座位的，你到会场，任何人无条件，我会提供你这个随身碟。你用这随身碟，我该用钱买的话，啊，都唔免买，想要用开钱买。里面含有我们奇迹系统的完整系统。那回去我不管你是要看我们的 PSY， 看整个成本架构，通通都有。安尼 OK 呗？你用看到今仔日的，看到昨的，看到这礼拜，看到顶礼拜，看到顶个月，看到后礼拜一、礼拜二、下礼拜哦，下礼拜三、下礼拜四、下礼拜五，每一天的交易我们怎么做的，你一定都看得到。来，所有的。你使用软体的朋友，你使用软体的，来把这里放大，得一通简讯，行不行？你使用软体的哦，所有的会员，你是在8:48，那么你是使用软体的，你是不是在8:45？你是不是8:45一秒啦？我就问你，安尼就好啊，不正是啦，一定对的啦。那你说我怎么看得到？这个礼拜你稍待预定你这个礼拜的会场的座位，你任何人下个礼拜你都看得到，你一点跨丢关拉拉走，好不好？所以稍待记得跟我们服务人员预定你的座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报名，我哪知道你要来？五个人报名，我就准备五个随身碟，对不对？50个人报名，我就准备50个。啊，一个人报名。我们就不要办，我截然不明，那绝对板下面不可能一个啦。来，讲一遍，稍待记得跟我们服务人员预定你的座位。我们稍待针对那明天接下来你怎么去面对它，马上帮各位做进一步的说明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。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无条件带回家，无条件带回家，带回家无条件，会场无条件，奇迹系统带回家体验。10月29号星期六在台南、高雄；10月30号星期天在台北。立刻拨打固的投顾奇迹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变，变成功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。强棒系统评估，制度优化，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无条件带回家，无条件带回家，带回家无条件，会场无条件，奇迹系统带回家体验。10月29号星期六在台南、高雄；10月30号星期天在台北。立刻拨打固的投顾奇迹专线02-2578-3000。
02-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各位朋友一样哦，那先看一下哈，特别是新朋友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操作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你要在最高点做空。最低点做多，啊，另外一类的啊，这些做我们比如说你们有几家停损，加空，对不对？加做多，做多这笔是唔对，啊唔对加停损，那不是安尼我中赔嘛，啊加嘞加做多，啊你哪会输？你无可能输的啦，我都跟你讲啊，是赢多加赢少，哦，你再自己看，这是真实的模式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回过头你问我说，那。问题是这一次从9394掉下来，特别会员你不就多一通简讯吗？特惠啦，啊你不就从这里下来这里平吗？你不就多这一通吗？啊这不是涨吗？对，这是昨天嘛，加做多加半空嘛，对不对？啊这是今天嘛，啊特惠你给一通嘛，啊你做不赢，啊你一天没二十点。不是你自己看啦，我没意见啦，你自己看。你说可是我没有你这么厉害的系统指标，哎，这个礼拜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任何人你只要有预定您的座位，那我们会在台南、高雄跟台北，我会提供你这个会赚的随身碟。随身碟里面，那么当然有我们的完整奇迹系统，那你带回家装在你的电脑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，包括我们过去也好。包括下个礼拜每一天的交易状况，你都看得到。那但是你务必要报名哦，你不报名，你熊熊糟糕会场，我是不要那狐狸啦。好，所以请各位稍待节目后，你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。好，那主要你一定告诉我，那特惠跟你全体会员的差异在哪里？第一个，全体会员不留仓，那特惠呢一律留仓，啊 ，OK 呗？那流仓的话呢是怎么做的？你说你 PSY 这里正50，这里负50，那为什么这里流到这里？对不对啊？我赶快，这发生在什么时阵？这发生是什么？10月2号，我们对吧？好，那你就看嘛，你就看我们每天的研究报告，我们每天的索马影音，我都有把当天的研究报告。来，这是10月2号礼拜二，今天是10月27，对不对？来。这个数你念我听什么叫做9280？啊，为什么是9280？因为我们的特惠的部分，我一律是依照30分钟的反转 K D 带他做的。那全体会员不做这个，全体会员只有做刚五做下面做5分钟的 P S Y。那特惠的差异在于做一个加一个30分钟的 K D， 30分钟的 K D 啊走干啊今天走干没呀？啊，你往上看，啊，那边赢我也无法度啊，我无法度保证打庄赢啦。这是自9月23一直到10月2号，加半空，加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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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对照一次。你有软体的即时版的，请你自己把它点出来，有任何不同，好不好？我负所有法律责任。你说我没有，那太好了。这礼拜拜六礼拜，拜六礼拜，咱会伫台南、高雄、甲台北，我会给你这个奇迹系统，你装在你的电脑。我跟你保证，30分钟的反转 K D， 或者是5分钟的 P S Y， 你通通都会有。你也看得到，包括我们每天的操作，我举例哈，今天是不是
9348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是9348哈，我背你嘛。透早8:45，8:45一秒，第一秒，开盘的第一秒，伊就毋是甲你讲9348，我负所有责任，安尼好不好？啊，今日最高点那毋是9348，啊，我负所有责任。啊，那安尼阁做咩啊？加空加多，安尼做咩啊？收9318，啊，无变哪做啦？你讲我无指标，我会惊啊！你卖惊，稍等，你不要怕，拿起电话打给我们的服务人员，说我要参加这个礼拜，看是你要在礼拜六在高雄早上，礼拜六下午在台南，或者是礼拜天我们会在台北。任何人，你只要有预定您的座位，会场我会提供你这个会赚的随身碟，那我会教你怎么安装，你就带回家，你去等候扎登去，到时候你也等到。那他会帮你做下载，那就直接会帮你安装。安装完成之后，这一次的讲座我会教你你怎么看，你怎么去观察我们每天5分钟的 PSY 做短线操作，或者是我们的怎么带特惠做波段的流仓单。那么也祝福各位阖家平安，操作顺利，财源广进。今天我来看法啦，9318，好不好？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你，拜拜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， 无条件带回家，无条件带回家，带回家无条件，会场无条件，旗舰系统带回家体验。10月29号星期六在台南高雄，10月30号星期天在台北，立刻拨打固的投顾旗舰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变成功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系统选股，制度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